那就像我这么做，那可老好吃了。如果看完我这个视频你再学不会，那我只能说让你上我家来，我来教你。就这么做老好吃了，撒上烧烤料。准备隔壁老王媳妇给我拿来的土豆，咱们先给它打皮。这个土豆子咱们给它横着切，切两枚一元硬币那么厚的片就可以了啊。切好的土豆片咱们放入碗中，给它撒入盐，给它抓拌均匀。抓拌均匀之后给它杀至5分钟，让它出水。土豆给它杀出水分啊，咱们稍微用点清水给它投一下。控干水分之后撒入淀粉，全给它拍成这样式的就可以了。起锅咱们多烧点油啊，锅内油温2成热就下锅就行，就这样式就行。这个油温一定不能高，小火慢慢炸。这个咱们给它炸至飘起之后，然后捞出来，把油温升至5-6成，再把土豆片复炸。见证奇客的时机就到了，你会发现那个土豆开始鼓泡，边炸边呼了，让它颜色炸至均匀。小厨煮宴呢，很多美食教程非常适合在家里做，都是特别简单啊，让您一看就能会。如果您正好点击了这个视频，顺便留个双击关注，方便您日后查找教程。感谢支持，这个气泡土豆片就制作完成了，您学会了吗？